近日，有业内发文透露，自己已经强烈建议肖战和任敏主演的新剧《玉骨遥》尽快排播，给出的定档日期是明年的一月中旬，如果属实，也快播出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玉骨遥》已经是一拖再拖，自从定档后都拖了大半年，真心不能再拖了，希望早点播出。业内发文表示，肖战、任敏主演的《玉骨遥》在我的强烈建议下，暂时确定在明年一月中旬定档排播，大家可以保持期待。其实类似的爆料，说句良心话，见怪不怪，变着花样爆料《玉骨遥》要播出了，奈何每一次到了所谓的爆料日期都没有后续，还是挺无奈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示希望这一次是真的，如果可以在明年一月定档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。过大年看肖战的新剧，再搭配一个肖战的跨年春晚舞台，想一想都特别激动。对于肖战来说，肖战毫无疑问是实力派演员，经典作品数不胜数，期待这样的肖战无可非议。总之还是那句话，非官宣不约，可以理性吃瓜，保持期待，相信实力派演员肖战。如今肖战骄阳伴我依然没有杀青，也要进组拍戏了，希望肖战照顾好自己，一方面是个人健康，另一方面是行程隐私，面面俱到都考虑在内，这样才可以保证肖战全身心投入拍戏过程中保持最佳状态，不会让粉丝和期待已久的观众失望，真心不能再拖了，期待早点见面，肖战不见不散。